开这个豪华的计程车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切成大一台，就勾破这个票就不去。我现在从 Airbnb 出来，我的 GoPro 已经掉了，所以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。那没关系啊，至少我每天都有上传记忆卡的东西，以防万一。哇，发现还有这种可以让你直接这样买回去的，它有会员卡，可以让我们有点折扣。买了啥呀？干面，谢谢你们俩。Gracias， 来，这是跟西班牙文一样，对西班牙文。你看我们住的地方有这个电梯哦，它那超狭窄的。嗯，还我 GoPro。张红跟我们说，就是意大利店里面卖的都是助眠的啦，所以它是那种 CBD， 是温哥华应该都有 Sativa 啦，温哥华应该更好买。阿姨，温哥华再让你体验好的。对。所以就让你先睡觉，不要那么不要太嗨。入门款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是救我还是害我？没有啊，这个是真的是救你耶！你这辈子没有体验过的话，就够惨。我们现在要去做这个意大利的轻轨。德国是红石榴，来到意大利呢就是张红。街道是做得很漂亮，它这边每一个街道都是有历史年代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重庆菜。耶耶耶耶耶！今天很高兴认识新朋友，真的很高兴认识。好吃耶！终于吃到亚洲菜了，味道特别的好。那对啊，这样吃饭好棒哦，好像一家人一样，对啊。真的真的。哎，跟红石榴说的话一样哎。对，红石榴还特别为我们写了一个文章，送给我的。真假？他看到我笑，都觉得我很开心，因为我是没有距离感。哇，像是论文一样，你要做到写篇给我们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洗完澡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好多天没洗澡了。等一下我们化完妆，化完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出发去看达文西的最后晚餐。我发现我的保养都在早上做，但没关系，因为你晚上都直接睡死。对，张红已经来了。Hello， 我们来到意大利米兰了，这边呢有一个小房间，它是单人房。我现在看到所有卡片我都非常的害怕，因为毕竟我们昨天才掉了一支 GoPro。棒耶！这个是公用浴室，这边有一个马桶，然后这一样是屁股的。欧洲都是这样洗屁股的，他们比较少免治马桶啊，这边还有洗澡的地方。那我的房间呢？请进。哎，那有衣柜，然后衣柜还有电视，然后这边还有我的化妆的地方。你看，那就是你的房间呢。哦，我就很喜欢欧洲的房子的这种装潢的设计，就简简单单，可是不会让别人觉得很压迫。我的马桶，然后洗那个洗大便的地方，然后还有就洗澡的地方，我的琉璃台，厨房的地方，然后就是吃饭的地方，饭厅，
然后这是海绵扇窗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是很漂亮呢。停在我们这里的阳台，多漂亮啊！你看，棒耶！意大利面 OK 吗？我想要吃有肉的意大利面。我也想要吃。哎，妹妹，要吃。耶，我们的餐来了！谢谢张红，他带我们来吃这个意大利面。但是在吃饭之前呢，还是要来颗丝完美的口含锭，保障我们的下体健康。米兰的意大利面吃起来怎么样？就是很软。好吃吗？嗯，不错，反正叫个肉，要配个面。没错，哎、欸，我也是这样觉得，不能单吃面，一定要配肉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哎、欸，台湾人很懂得享受，好不好？你是吃一个面，你要吃满口就好了、啊。你现在是有一头野兽在你的心里被关起来，是吗？很大的野兽。因为我在德国维也纳、捷克都不能买，因为怕被操纵。然后妈的，因为我那个操纵东西，我要背着不要死，然后我还要被罚钱。我来到米兰狠狠的买，刚好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好干，我怕我怎么我把整个电线杆都买下来。这里超棒，这样啊。做饭的教堂，这个大概有600年的历史了。然后达文西他被外星人绑架之后呢，他就来画画，所以他画得出那个叫做什么，就是有点立体感觉的画。看都卖完，好幸我们有先订好。达文西做晚餐，他有一些鸡蛋的那个成分，对对对，所以他碎粉好像会一直流，他经过非常多次的蒸熟。接触材料都要花自己去研发的，认为文艺复兴的时候，达文西在这个天主教的教堂这个壁画上面作画。这个我们15分钟时间看那幅画，我根本还没看完，看没看透彻，他就叫我出来。啊，最后的晚餐修复过的那个修复师，第一个是1844到1918年的时候，他帮他修复；第二次的修复师是1887至1974年，用显微镜的1925年的那个修复师。你也是第一次看最后的晚餐吗？对啊，觉得超好看的，惊人的。明明就看不太清楚，我都斑驳了，我都看得差烂。那是不是你眼睛不好？我更看不到他哪只手在拿什么，看不清楚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要擦，不要擦！你不要给我跌倒。来到中国城，这就是他们的 China Town， 台湾奶茶，中国超市，禾本商行，销魂，可以买一些就是亚洲的食材。哎，我想要吃火龙果。啊，我要就是这个了。啊，终于找到了。我第一眼见到它，我就都感觉是不是有个台湾古物形象？对，就有点印象，但我又不敢。你有订阅吗？有。真的假的菜？真的，不给，真的有订阅了。我们现在又来到大麻店了，你看它真的超多大麻，但它都是那种就是比较沉的，就是 CBD 啦，就是比较睡觉用的。但他们还是有限制，0.5%。对，0.5%，那我们就买一点点试看看，就是有少少的。
那么小一个，直接贩卖机耶，就可以别人在那边24小时的贩卖。这种东西又不是见不得光的事，干嘛搞得好像那种很肮脏，或是搞得好像很可耻一样？就很正常的事情，对啊，不上升的。不管是人，或是关于我们使用的东西，都是很尊重的。没错，不应该有限制。跳脱框架，台湾夜店可能还比较大。还有就是按着来的，反而更不要来。毒的偷偷吸这样子，真的是。其实我觉得那个思想反而不对的。那这个电梯快录一下我们四个几人怎么鬼样子？哎，你看他，你看这，好像宪兵队哦，对，站的像宪兵队。哎，这边很紧，每个人都动弹不得。就会看到我们发型变成。我希望你可以换成一个人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发型非常重要。等一下，我要思考，变他妈的什么时尚大片那样子，我吓死。今天我跟阿姨要来剪头发，看看米兰的技术如何，体验一下。对，体验一下。现在好看很多，很像名模。你傻不来的。他旁边那个徐徐剪得很好看，很轻松的感觉。有啊，他弄得很好看，我都很期待。来得，他来得。Good job. 拜拜 ，Thank you.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前方不是他开的。哇！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我可以出道了。真的，赶快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我觉得蛮好看的啊。对啊，蛮好看的。这像那种什么坏男孩之类的什么的。哎，这什么？我觉得蛮像泰国的啊。啥院呢你这帮脚上错哎，干好痛啊，我的脚好痛哦，因为你把我脚弄都流血。这第二次搬起来，第一次在德国，第二次在意大利，血流如注，我整个脚下都是黏的，都是血，我实在受不了哦，需要消炎啦。消炎怎么了吗？它是有消炎的功能吗？不然我整个脚封闭性组织炎怎么办？那个什么，我是药剂师啊，我现在只能靠这个呀，不然我怎么办？我们吃顿饭。偏硬一点，但是很分明，就是很有弹性的饭。这个菌子粉好好吃哦。好不了，一直翻，就已经刚好长完了，终于长完了，然后又赶紧来，就不到几天又翻了。我帮你选个墨镜，不然你滴什么墨镜戴起来都很像变态，超可怕，不是按摩是很像变态，是 Gucci 的耶。当地的牌子，哎，你看，你跟我在一起久了，整个人外观开始在改变，从头到，你有发现吗？有啊，真的耶，从一个很可怕的那个叫什么书呆子一样，然后还变成熊男耶，这会受影响哈，很像那个 Justin Bieber 耶，原本是 M I 的，他有没有选这个？很像外拍的那种变态，超可怕的，那不可以啦，这不行啦，这不行，好像通缉犯了，现在好看多了。整个外观在改变，提升。
配合那件衣服。把这个线拉一拉，然后就会拉的。Romantic。我们来试看看，就是意大利的这个做头发的 style 有什么不一样。哦 ，massage， 它的名字有 massage。Romantic， OK。哈哈哈。然后这件是有点半坐式的，不是全躺下来的。啊 ，OK， 谢谢。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拍大片，你们知道那个大教堂拱门那边啊，有很多超模都在那边，就是拍那种就是 K word， 然后穿得很华丽的衣服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也有。今天我要把头发弄得就是很华丽、很漂亮。这个是他们给我们的饼干，因为我们是 VIP。Thank you, thank you. 然后这是第二道成熟，他把素食蔬菜就裹得很卷卷，一条一条之后呢。他现在在上电棒。还蛮漂亮的耶。来意大利就为了这一天。是法国的阿里索里亚呢。Thank you。哎，真的好漂亮啊。很浪漫，我觉得很美。好喜欢哦。可以。可以。Italy, Milan。真的，他们说你是第一个遇到这么漂亮的亚洲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毕竟我是亚洲之光。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哎。它是一种甜点，里面有杏仁。哦，我可以吃吗？这可以吃。结婚的时候的甜点，就是他们会给其他人。这是结婚的时候吃的吗？吃了就会结婚了。I eat will be married。Yes, Mary。 可以结婚了。这样他说他招待你这次免费，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客户，这么漂亮，谢谢。然后他开心也可以介绍这店给其他人喝，都是他的荣幸。Thank you so much. Gracias. Bye bye, bye bye, bye bye, ciao. 再见，拜拜。我们要去那个米兰大教堂，穿这样，让大家看一下。超多了，我们现在给我们拍照。然后这是他们最大的教堂，这是米兰的地标，最多网媒在那边拍照。他那个牛背，你要踩到凹，我们要进去看。看一下他的面包，哇！而且现在可以看到教堂哦，你看，我看最大的教堂在外面，然后拱门在对面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景餐厅。在这个米兰的最后一天，然后呢，我们等一下
就要回去收拾行李了，买了超多东西的，那很值得。那奥蕾千万不要再去了，烂透。现在我们，哎，小心点，哎，哇，真的是好奇怪的电梯哦，很多什么什么，我们东西很多哎，没办法爬楼梯啊。今天购买了一套更严重的状态，我就问，今天怎么收？不知道哎。便当盒，它是便当，很开心认识你们，拜拜拜拜。怎么变成这样摆地摊？对啊，每次都很贵，都很贵。全部摊出来。我跟你讲，这都衣服超正，你要不要办？大斗篷。明天早上。台湾黑熊。十点要搭飞机哦，抢抢，等你，行李大秀 ，start。